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继续翻到嚟 Pokemon 嘅旧月六宝石，系啦，好耐冇玩啦，已经，大家都见到咧，好耐冇更新，因为我过咗新年之后嗰段期间都冇玩到啦，咁依家过咗新年啦，系啊，差唔多啦，咁依家咧就继续翻我哋嘅剧情啦，好，咁呢度咧上次咧剧情就应该讲到系打完呢一个第五个道馆，即系隔普通系道馆啦，依家就要谂住睇下呢个地下发电厂有啲咩劲嘅精灵喺入面嘅。OK， 咁啊，睇下有冇啲咩劲嘢喺入面啦。诶，原来有人喺入面，点会有人嘅？唔通佢哋同嗰啲运转失控同我哋有关？呢啲唔知咩人嚟嘅？咩人啊？邪恶势力哦，闪耀队员。OK， 闪耀队员就系、是、我唔记得边个版本嘅反派，好似系唔知 XY 啊，系咪 XY 我都唔记得啦，太耐啦，实在。呢、这个应该系用后取啦，系嘛？点会用蛮力嘅黐线？呢只要死咗佢，系冇计啦，死咗啦要。用皮卡丘啊，十万都得。OK 得。诶，又有一个。呢度用劈开啦。冇得换重，咁要瞓一晚啦。瞓一晚之后先至喐啦，请教皇。OK 46咧，咩嚟噶呢啲？哦？呢、这个咪系骆驼帽嗰个机器，骆驼帽型鹿啊？呢、这、一个就系嗰啲骆驼帽一啲型号啊。哦，OK，即系譬如你有骆驼帽就可以嚟呢度换形态系嘛？想要个骆驼帽，骆驼帽几劲？啊，骆驼帽几劲？想要一只啊？雷电球，东东鼠，OK。齿轮呢啲咁低咧，不过都好合理嘅，因为你已经偏向咧野生怪都非常之低咧。mega 石，鸡毛虫，电龙嘅 mega 石啊，哇霹雳弹啊，25粒霹雳弹啊，算啦唔要啦，冇乜用咯霹雳弹其实对我嚟讲，因为呢一个 game 唔适宜用霹雳弹呢啲咁偏向弱势，即系嗰个血量低嘅精灵啊。OK，之后我哋要采制系嘛？OK，系咪要喷喷下水嘅呢、这个时候？好似冇乜点买，系咯冇乜点买。等下次一定要记得买啲喷下水，驱虫喷雾啊，正名系解麻药、霹雳弹粒、雷电球嗰一粒叫做劈开啦，扭拉咁啊等。阿罗拉小拳石、雷电球啦，诶嚟啦，好打错字喎，唔错唔错，发电量咧远超我哋想象，我已经收集到咧足够嘅电力啦。咩话？点会有啲训练家闯咗入嚟噶？睇嚟你就系咧命令提到嗰个训练师，等我嚟解决你啦。我系阿河碧嘅，正如你所见，我系闪耀队嘅科学家，虽然好对你唔住啊，但我都有上级嘅命令。哇，竟然冲过去我哋，劈开。头罩唔要啦，头罩。青面龙，照用啦，打唔赢我，哇好痛，估唔到啊，竟然有鲨鱼皮同埋咁硬正。我哋用个比较超嘅佢，中错技，应该10万伏特，都唔紧要啦。OK 其实，OK，电磁波 OK，跟住再用隐蛙嘅轮枪啦吓，OK 搞掂。呢个人嘅实力真系有趣啊！呢份强大咧，完全咧超出我预算啊！不过咧，首领俾我嘅任务基本完成，我哋都要撤退啦，全部逃走咗，算啦，都系完成咗铁树嘅任务先，将发电机关上。OK，我哋得到咗呢一个嘅电磁波。OK，得啦。好似冇咩劲嘅电系精灵。都系偏向啲好普通嘅精灵啊！我唔觉得呢啲即系呢个发电厂入边嘅系可以用得噶，偏向都得呢只用得咯，唯一一只，捉一捉呢只啦，既然系咁，系咪？OK 得，我要捉一只呢啲，好，你咩啊？你话闪耀队偷电，我会处理噶，呢、這个我谢礼，伏特替换，伏
特替换麻麻地啊。好，浮躁咁即系改性格啦佢。有机会再用啦，因为我哋用咗比较超先啦。始终佢系升咗呢啦，系啦。二嚟就系唔使点样再练过，系啊，好调过，唔使烦。如果唔系又要重新升过咧，太遥远啦。超音波，哇，冇中到啊先。啊，避雷针。点解打几都打唔中佢嘅？喂，咩事啊？咩事啊？系咁混乱，混乱完之后咧喺度逛街嘅，劲低能，争啲俾人屈死啊！赤甲王明明系六百种族食嘅神宠嚟嘅啫。我哋唔用地盲，我用甲破人歪歪头，大五，我特别有 mega 手环。我哋系而家可以 mega 进化啦，但系我冇嘢可以 mega 喎。系咯，我冇嘢可以 mega 喎。我哋等睇下街边睇下冇啲咩竹嚟可以进化，然之后用到 mega 进化啦。前面忍者呢啲有啲打咗佢啦，有啲可以唔打，其实有啲打啦。OK， 过啲咩喺度？哦，系啊系啊，我记得呢度有好多海鸥，蓝天石板，佢就叫我唔知咩乜草齐石板啊，又系系嘛？阿尔宙斯嘅 game，OK， 飞翔呢度睇下有劲敌要打，唔系有训练家要打，一阵间打劲敌好似，我蘑菇包子，喂 ，OK， 懒人中好，搞掂。一招水之波龙出 ，OK， 跳海忍者，舐一舐跳海忍者，呢度用劈开斩只熔岩虫，啊 OK， 跟住水之波龙鸭嘴火龙劈开咗，我都喐唔到啦，边个？哇神通力喎、啊，唔要出击落啦，击落咁低攻，通常冇六十攻以上都唔会考虑用噶啦，八十攻其实都偏。唔可以话好劲咯，但系叫做勉强。如果黑属性系好大机率可以打得死咯，只能够咁讲。有瞓低啊 ？OK， 我以为冇得瞓低，改个形态咁样。个材质改到咁 Minecraft feel 嘅呢一个系 Minecraft 风格嘅咩？好，咁啊出咗嚟啦，纽拉水之波动咯，都廿五靓啫，痛评分。要啦，即系红嘴用痛评分蚀嘅，因为咁高血、啊、差唔多最高血啦佢，除咗请教王，啊请教王冇啦，请教王本身咁高血冇得讲，哇劲贱，一用超能力即刻换只恶系出嚟，呢、這个就系高级 AI 嘅智力啊，单打，水之波，不过咁啊系嘅，超能力其实最大嘅弱点就系、是。一遇我就即刻冇用，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对方嗰啲 AI 咧一有恶系咧，我一用神通力佢即刻会换只恶系出嚟，系咯，所以其实可留可唔留都得。岩崩同尖弓真系两难啊！呢、這个好啦，我哋唔要岩崩啦，有机会再留啦。呢度就用唔要帮助啦。始终帮助好似冇乜用，同埋迟啲会换走啦，真系系啊，会换走。巨剑派呢只格斗系记得呢只，啲嘢都系格斗系，可以搞掂。首领系嘛，想干涉我哋水舰队？你系无畏无知定系两只兼有？太可爱啦，我就打到你啦，小东西。神通力，喂啦，即刻换只纽拉出嚟。咁我换普通系都唔得，佢有格斗系，要用水系。东风魔爪呢个呢度神通力啦，神通力搞掂啦。有科学队喺周围咧，好似乌蝇咁样咧，喺度烦住晒，已经够讨厌啦。又多咗你，你究竟点解要调查我哋嘅事情 ？OK， 我哋要快啲去送神火山啊！多谢你救咗我哋，漂浮泡泡，漂浮泡泡啊，几劲啊！漂浮泡泡 ，OK， 搞掂。
好呢度系咪打劲敌？系打劲敌，相信唔会点劲过我啦。我谂劲敌，诶佢冇换咗证明，佢冇哦系，又叫炎河龙，唔紧要啊。护主犬，翅膀攻击，我直接嚟个喷射火焰。啊，竟然唔换重啊佢。叶忍，嗯，请教我，劈开 ，OK， 佢命中打死咗自己，复特攻击唔要。 换翻甲破人吗？神通力，神通力，佢放毒钉喎，竟然系，睇嚟都八担心，继续努力啊！呢个俾你嘅礼物，非常冇特别啦。骑行装置，佢话唔知咩冇啲咩都可以，冇啲咩都可以咩话？哦<笑>、oh, ，OK， 室外使用可以召唤坐骑精灵，呢个可以飞行，咁即系唔使精灵咁样，即系唔使人学飞天<咳>都 OK 嘅。 领佢。好，我哋嚟到呢一个嘅飞天道馆，咁啊飞天道馆第一样嘢先买嘢先，好紧要。啊，有白银喷雾啦，终于买住五马支先啦，差唔多。不如买啲精灵球，出球得啦。OK， 得。呢个我普通人嚟嘅，我以为点解有个好似好特别嘅人企喺度呢？ 跟住应该系大五剧情嗰度，南瓜灯舐佢，呢只水之波龙啦，粉蝶蛹，好，搵大唔攞呢一个嘅装置系啊，嗯，轮枪，我想捉佢啫，虽然我唔会用到，但我想捉，<笑>虽然我唔会用到呢个变色龙啦，老实讲。 变色龙我谂咧真系要有梦特性先劲咯，如果冇梦特性应该系几炸下。OK， 得。喂，哇，点解你会喺度噶？我冇谂住你会喺度噶。我头先喺边度 save 啊？唔记得咗，我可能要死呢度。我唔觉得我赢到佢喎。现阶段穿着红先，最mega进化添，翡翠，重磅冲撞。 我啦死啦要，嗯，跟住嚟个比亚超先啦，十万伏特，好，跟住下，哇，顶啊！我就谂住用电磁波，点知即刻换咗电击兽出嚟啦，非常之狡猾啊！但系唔紧要，我哋用闪光啦吓，闪光，跟住换地猛牙，跟住放隐形牙我都，之后尖弓。 咁嚟，烧伤圈圈红，好嘢！呢度冇得走啦，佢应该打死我，我觉得佢应该会有啲咩格斗系嘅嘢，格斗系嘅战技，我地震 OK， 护主犬，来个喷射火焰，我唔记得我呢只系咪密攻向，系密攻向，密攻向我哋用火焰车啦，咁咪有硬餐，嗯，请教我，劈开。 得，连击手俾打下冇问题啊，劈开。OK， 经过六，无论呢只要死。嗯，甲破人蛙，用神通嚟啊？我唔会，应该冇我系嘅。得，可能有我系喎，但系佢依家会上场喎？点解？点解下头先嗰班唔上场嘅？有冇机会输咧？有机会嘅，飞鸥，拍落，飞冰。 有机会输，呢度输嚟要。哎，赢！哎，啊唔系佢做咗只妖女。呢度试下 SL 先。我试下用呢度可唔可以令到佢打唔中我？应该系唔得嘅。应该系佢已经系 set 死咗嗰个 set 死咗佢呢一弯唔会有任何嘅因素影响到佢进攻。我头先好似用到五万。 咁即係扣咗我二萬幾咯，其實都可以嘅，都唔係好多啫，還可以嘅。好啦，咁今集時間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繼續呢一個嘅救助寶石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